可骂了人，骂的那个车费都赚不回来，太香了。但是后续来那个边很难来搭住。通打扫了。OK 吗？很傻漏，漏气，就拍在对面就可以。发过去，他妈运费又被你扔一大堆。这个发到外国，能不能没用？这里，你这个发过去运费没有8000吗？